早上你晕不晕啊？哦，现在还好。这么大空间，你们睡吗？我先睡，这次让我很舒适。昨天王子奇还说海带是臭的，请问海带哪里臭了？只有他说是海带是香的啊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海带挺香的呀。我也觉得很香啊。你不喝海带排骨汤吗？哪臭了？